相公，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？说来听听啊。哎呀，这些个学童每个孩子都进步不小，我十分的欢喜啊。一年前是谁说的呀？家有三斗粮，不当孩子王。瞎说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我现在决心把这些孩子培养成国之栋梁。呀，相公，你自己当栋梁多好呀。我经过这一个阶段的思考，我认为我还是教书育人为根本呐。相公，考取功名还是更重要些。你要是真能考上功名了，我和芊芊、东郎天天给你揉肩捶背、端茶递水，忙前忙后伺候你，好不好？哎，功名身外事，大又何妨，小又何妨？富贵眼前花，早来也得，晚来也得。还是早点来吧，再晚点来呀，我这牙也松了，背也驼了，吃什么都不香了，穿什么都不美了。子玉，老里长，啊，哎呀，见过老里长。哎呀，哎，子玉啊，哎呀，好事儿啊，好事儿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啊，什么好消息？这个衙门里啊，拨出银子来了，要重修咱们万卷楼。真的？要扩充这个学堂，要增加学童，哎呀，这个富贵眼前花，它开的正是时候啊！你们呢，赶快准备准备。是是是。回头衙门里边来人要修呢，万卷楼呢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我们给他们腾地方。哎，对了对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老李长，那个他们何时来呀？也可能是明天。明天就来？好好好。也可能是下月。也好也好。也可能是明年，做准备。哎，李长大人，老李长来了。啊，李长大人，见过李长大人。李长您好。啊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子瑜啊，我要跟你说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但说无妨。我是说啊，这个衙门里边不是要把咱们这个万卷楼变成了官学吗？嗯，你们怎么办呢？啊，是不是要来新老师还有新学生啊？对呀，这是理所当然呢。你们住哪儿啊？啊，不是，我们家相公不也是先生吗？我们干嘛不能住在万卷楼呢？他这个呀，那就是随便的临时的教一教，那不算数。这帮孩子我是亲眼看的呀，那真是连屁都不懂啊，到现在识字了认输了，那都是这个郭先生啊心费了多少心血培养出来的呀。啊，郭家，你说你们现在要派了一些新的先生，一脚就把人踢走了，那合适吗？哎，其实让我走也无所谓，但是我就说呀，我怕来的新先生不学无术，耽误了孩子们的前程啊。就是啊，每次啊，我都是给你带来的好消息。今天呢，我给你带的是个坏消息，我这心里头不好受。哎，看来爹当不成先生了。咱们可不能给他们添麻烦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爹，你吃。好。哎，是娘。您也是多吃点吧。相公，要不干脆咱们回成都吧，那儿亲戚朋友多，有个照应。爹，算了，孩子们从小在万卷楼长大，日久生情。哎，我最近参透了一些道理，解开了一些心结，丢掉了一些桎梏啊。
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摆弄你那些酸文假错？我算服了你了。西云初起，日沉阁，山雨欲来，风满楼啊！不是你要成仙吗？你一口还没吃呢。哎呀，我看咱也没什么好收拾的。那也得收拾啊！过两天咱不住这儿了，想收拾都收拾不了了。子怡，子怡！啊，老里长来了，是不是要撵咱们走啊？哎呦，那就不收拾了。里长大人，子怡啊，好事儿，好事儿，大好事儿啊！我又给你带来好消息了。你别着急，那个什么好消息？请坐，请坐。这个衙门呐说了，不再派新的先生了。啊？真的？为何？这个学堂那是立学之本，那不能小看，尤其对这些个教书的先生，那更得重视啊！不能搞这种裙带，什么天鹅老子全都不算。谢天谢地呀、啊！哎呀，感谢朝廷，万卷楼有救了。哎，你还是先救救你自己吧。老李长，那我们就不用搬走了。搬家？啊？慢点搬啊？谁让你搬了？哎。有我在这儿当着里长，谁敢让你们笨就在这儿住。明天呢，你还得给学生上课，是吧？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。那我先走了，好吧？好好好好。那我不远送了。里长您慢走啊。哎呀，真是好事儿。哎呀，相公，说实话，这几日我看着你吃不下喝不下的，这个心里啊真是心疼。这下好了，老里长来了，咱们是拨开乌云，看见曙光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告诉你，跟着我没你亏吃吧？跟着相公啊，总是能逢凶化吉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今天就有一种特别吉祥的预兆，我看。里长，忍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要不你们？不，没事没事儿，没事啊。您说，那个我刚才啊走得太急了，有件事呢，这个忘了跟你们说了。何事啊？这个现在呀，好多这个秀才听说咱们这个万卷楼里边呢，已经是变成了官学了，大家都想当教书的先生。啊？什么时候这教书也成美差了？那如何是好啊？消息的这么一传出去之后啊，这个四面八方的就来了有200多人。这个衙门里边这么一看，你怎么办呢？于是呢，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考试。哎，对，你说这公允吧？公允。哎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们，你看，这个呢就是你的考碟。哦，我做保。我摁的手印，千万注意，啊，一定的不能作弊。怎么可能呢？一旦要作了弊，让人家发现了，不但是要惩罚你，连我跟你一块儿都得去坐牢。啊，老里长，你对我是恩重如山，我一定好好考试，绝不作弊。这就对了。是，这个，千万温书。是，我好好温书。温书，我要温书。温书，哎，先生，好，哎，今天怎么搞得如此隆重啊？先生，听说您要考试，我们呀都在这儿等您呢。先生，您看，这是我娘做的德胜饼，给您吃的。好香啊！红豆沙馅的。哦，先生，谢谢你娘。尝尝，这是陈皮，能祛痰、提神、养气的。好。先生，如果您吃了这个，就能多看几篇圣贤书了，就会拔得头筹。谢谢阿嚏借你的吉言。先生，这是我奶奶给您的神茶。
以前都是送大包的，这次怎么会如此精致啊？奶奶说这叫一次灵。一次灵？好，我回去我就泡上。孩子们呐，为师这次考试多谢你们的支持，我想定会考好的。先生，我们等您高中的好消息。好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先生，师娘怕我们打扰到您。哎呀，无大碍，无大碍。有大碍呀！要是先生考不上先生，就不是我们的先生了。先生怎么能考不上先生呢？先生一定会考上先生的。但万一先生没考上先生，先生就当不上我们的先生了，我们就没先生了。不是你们说话怎么了？完全像绕口令啊！相公，啊，你干嘛呢？我来看看孩子们。孩子们不用你看，温书去。温着呢。孩子们是为了让你考上先生，才腾出学堂让你读书的。你要是考不上先生，你就当不了先生了。误会呀！师娘这绕口令说得更好。杏花啊，杏花，又迟到了。先生。杏花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听说你要考试了啊！我呀，送点东西给你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泡水喝。杏花奶奶，这别又是您又从哪儿弄的这神树叶子吧？神茶，神茶，这可是武夷山的老道给的，说是能集中精神，发挥你的聪明才智。哦，这果真灵验吗？你试试就知道了，我保证你什么文思什么勇，文思泉涌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好。还有啊，这是杏花他娘啊装的蚕茧枕头，这东西啊能安神，你务必的收下。我，好好好好，哎呀，谢谢杏花奶奶。那我就等着你高中的好消息了。高中。郭先生，高大来了，您瞧，我给您带来了什么？什么？红烧肉。红烧肉啊！好，我来看看啊。啊？就这么点？哎，这可是我炖了五个时辰的肉啊！什么肉？哎，这可是真正的喝泉水、听鸟叫、吃野果、睡草丛，很野、很野、很野的野猪肉，咬不动吧？啊，嗯，真野，全是毛啊！哎，你可得多吃点儿，瘦肉强身，肥肉补脑啊！有几个要上考场的秀才，想买我这个很野、很野、很野的野猪肉，我都没给他们。谢谢谢谢，来请坐，请坐。我跟他们说了哈，郭先生上考场那可是手拿板钻，也不能这么说呀。郭先生啊，以后你要想吃这种很野很野的野猪肉，你就尽管跟我说。那我告辞了啊，告辞。都不远送啊。哎呀，真好啊。哎哎，郭先生。我就等您高中的好消息啊！好，好啊！郭先生，郭先生，哎呦喂，郭先生，你在这儿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你要考试了，我来送送你啊。啊，哎呀，不用不用，你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哎呦，郭先生，咱们都是街里街坊的，再说呢，你又是阿T的先生，我送你也是理所应当嘛。是是是。哎呀，郭先生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啊，你考试之前还吃这种八宝粥啊？你得吃点好的啊！我习惯了。郭先生，考试的时候用我们家马车，我送你去。哎呀，不用，太麻烦了。我跟你说，郭先生，我们家阿T呀，就相信你。你要是考不上先生，那到时候我们家阿T就没人教了。
我们这大明朝不就少一个状元吗？承蒙你看得起我，我一定努力。先生，用马车的时候跟我说句话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呦，不送不送。陆先生，我就等着你高中的好消息。芊芊不管了，只要你努力了，你考成什么样都不怪你。你谋害亲夫啊你！快扶我下来！哎呀，啊，什么寻短见？我是说，这两天左邻右舍老是来看望我，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。我要好好读书，我要学古人头悬梁，锥刺股。什么寻短见？哎呀，哎。你吓死我了，相公！你一考试就紧张，我是担心你。哎呀，不会紧张的，你放心，我要好好读书，我这一次一定能考过的。那你答应我，真的不紧张？哎呀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快去吧。乖啊。嗯。紧张了。子瑜兄，哎，慧莲妹妹，看书呢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你准备的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嘛，我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其实你还不了解我，对这个我是胸有成竹，小菜一碟呀。子瑜兄智慧过人，我想一定没问题的。嗯，是是是。嗯，子瑜兄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题盒啊。你把考试需要的东西一一放进去，这样就不会有遗漏了。哎呀，还是慧莲妹妹细心呐。嗯，子瑜兄，十年前我就盼你高中状元，能和你拜堂成亲。十年后你又要上考场了，我的心情还是一样的紧张。哎，慧莲妹妹。往事不堪回首啊！想起你我分。哟，慧莲妹妹来了。是嫂子。相公，我是想跟你说，这次考试啊，你千万不要紧张。不管你考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多谢娘子。哎，人家慧莲妹妹送给你的，你就好生收着，干嘛躲躲藏藏的？啊。娘子，我没想到你果真如此通善。啊，通善？哎呀，慧莲妹妹有所不知，我家相公啊，这是在说我通情达理、善解人意。嗯，那子瑜兄，我就等着你高中的好消息了。好啊。相公，啊，你看，哎呦，先生好！哎呦，这些孩子都来了，真懂事啊！你看这些孩子多关心你啊！你要是考不好，可对不起他们。是是是，我一定考好，一定考好。先生莫紧张，要松弛些。先生莫着急，要坦然些。先生莫粗心，要谨慎些。是是是，你们都放心吧。快回学堂吧。爹，您带笔墨了吗？先生，您带纸张了吗？先生，您带水碗了吗？先生，您带午饭了吗？先生，好了好了，先生都知道了，全在这里呢。好，平时先生粗心大意，但是今天是考试，先生一定会多加谨慎的。嗯，妙哉妙哉。好了好了。让先生赶快走吧，早去早回啊，相公。啊，行了，留步留步。先生早去早回。啊，走了。哎呀，险些忘了老里长交代的话了，考场上可不能作弊。你说你考试你拿本书干嘛呀？啊，考官一定有理由把你轰出考场的。哎，我拿这本书好像有什么用，算了算了，拿回去吧。哎呀，
先生，早去早回。哎，幸亏师娘眼疾手快。哎呦，先生。哎，哟，这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官府的大印啊！哎呀，这是先生的考牒，没有这个他进不去考场的。二孬、阿嚏、中郎，快快快，你们跑得快，给先生赶紧送去。先生，先生，阿弥陀佛，我得回家拜拜佛。这回要是考不上，倩倩，咱们娘俩只能住尼姑庵了。